二十位国际传教社的知名教会妇女，今天晚上在台北国际牧师活动中心一台独具质量看理。这份名句传教社预定在本月26、27号两天晚上公开庆典。参加彩排的有作家孟瑶、许杨亮飞、建中小学校长吴秀荣、吴秀荣公主、吴校等三曲肖战后。其他参加演出的还有玉园小学校长邓慧芝以及女教育家赵思琼子等。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演出，门票收入将做慈善事业基金。